我小弟在家，那嘴不浪叽的，没事儿一样的啊。嗯，没事儿。哎，爸。你姐来了，跟你说句话。老弟哈。哎呀，来老张家空手来的啊。括弧，他小舅子还在家，真不会来事儿是吧？你别给你姐夫穷横穷横的，人给你过去。哎。不上学回来干啥来的？那侄子有人叫我回来的呀。嗯，都是我。哎，我说你的陪嫁要的太多了，这我爸心里多委屈啊。现在我回来了，这个家呀，那么理所当然不都是我的吗？对，对不起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就你呀，啊，一分你也别想崩走啊，姐夫。不是崩，心甘情愿跟你在。我跟你解释一下，你知道姐夫代表什么吗？就在我看来呢。他代表马夫，什么意思？别这么说。没事姐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要鞍前马后的来帮助你。你看你这么年轻，这么大产业，以后姐夫在前面干活，你在后面收钱，多爽啊！躺平啊！我跟你姐都研究了，到时候你结婚再给你买房。对，行吗？这房你看，这房子我跟你姐我俩是暂住，我俩老夫老妻其实住哪儿都无所谓，但是我小舅子必须得住新房，是对吧？你看这房子多老，也没那么老。弟弟，到时候你买新房想咋装就咋装，这房不装。都是为你好，对，都是为你好，对吗？是，别人家都好争家产，但你姐就你这么一个听话弟弟，还那么疼你，他能抢你东西啊？那不，弟弟继承家业这事儿不犯毛病，不犯。但你想没想，我跟你姐出面帮你守住家业是为了啥？对，嘿，不是心疼你啊，活都我跟你姐干，你天天搁家潇洒，说说说，我还不想干了，多累呀！老板是谁呀？老板是谁呀？我吗？这给谁打工啊？咱俩？我呀？你看这不，你就把东西都给我，好好当少爷，不行吗？哎呀妈呀，媳妇你不委屈吗？我有这么懂事漂亮媳妇，有你这么听话小舅子，我付出理所当然，心甘情愿呢，为你吗？都给你了，我不啥都没有。啥这那你都老板了，还要啥？住新房，配管家，管你这个拉撒，到时候再给你配五个保姆（括弧二十让他睡），各种款式，各种要。爽不爽，老弟？爽啊！大点声，好不好？好啊！大点声。是是是，你都给他，这火能给香吗？这可哎呦我干啥呀？姐夫有事儿说啊，我相中我姐闺蜜了，怎么的？怎么的？哎，都给你了。